多的刺伤，还是要小心面对这位强打者。这个球中外野手 nice catch， 中外野手岳振华精彩的一个接杀，也结束了这个半局。那龙飞的目前是再添四分，6-0暂时领先。对，要回去找一下家人秀。哎，这个时候安达出现了，哇！中信兄弟的 Davey 安达，终于靠着第九棒的姜昆宇所击出。姜昆宇最近也连续四场比赛有上垒，也终于在第三。洗脑一点。对对对，现在动作你知道吗？就唱一唱就要又又又就要。哎，嘿嘿，看来我们要多聊一点歌的内容。没有问题，哎呀，是哦是哦哦。我要。是我们突袭来宾来就是这样，是会这样拉开，然后也蛮自责的。不要不要不要这样，好不好？我们要相信他们，相信他们。好球好球！半边的安打，好，没有什么球运回不来这件事情。这时候追了一分回来，来到了1-6，垒上还有两名的跑者。是聊这个单曲开始，不过现在所谓的发片也跟过去不一样。以前古早那个年代，可能你爸爸妈妈那个年代，歌手都是要发一整张专辑啊。是，现在年等于是可以透过单曲数位，而且不同平台也不一定有实体的就可以来做一个。因为现在其实网络很发达，对对，所以只要宣传一下，基本上大。你为什么笑得这么腼腆？再来看这个球，右半边落地有三打，这个时候跑者跑出三垒回来，这个球往三垒送也来不及。继续聊，你有这继续聊，继续聊好不好？这个歌词把我叫出来一下。我待会你们不听就太不够意思了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听着可以自己笑自己。但这首歌我常常会倒过来去说，这几天我想说，我一直想着可以，哎，你怎么没这首啊？是听着可以，听着可以自己想着呢。哦，好，这时候在比分方面已经是追到2-6，也让这时候魏雄队呢是叫了一个暂停。我讲一个正经的，我们讲点鸡汤的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在看你的相关的报道，我看到有的时候有一个专访，是你有提到你的一个应该算作起来，是是是，这可以理解。2-2，这棒打成一个飞球，距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三垒双跑者这时候开始做起跑，形成了一个高飞牺牲打。回来得分的是岳振华，不错，这个半局目前。中兄弟完全没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群群，记得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 频道，还有我们的 Podcast 兄弟你来说。